打电话。再搞不到业绩，我们两个也不好过啊！老大那边发话了，你来到我们这个园区，我告诉你们，跟我们实现了混好了，都有你们好日子。要是像你，要是再像他这样的话，他妈的，你的小命难保！想想买去，走出去门口。等那个人就老板娘，你说什么玩意儿啊？放了我吧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怎么办，总理？你说我没有办法了。干嘛你们？哎，我那个同学呢？让开！打电话叫人。你不是说高薪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说把你骗来就饶了我软小命一条，就把我放了，放我回家。你自己死就算，你干嘛拉我过来下水啊？他们的话你也信呢？快点放我回家吧！拿下就来，拿下来！你来，你都不带点车费啊？不带点生活费啊？我有钱，我也不用来这里了。我是把这个没用的腿打断，出不了，拿拉回去去，出不了，没用了，看好了，解了去。大哥，你们放过我吧，我叫我妈拿几万块钱给你们，好不好？这没用了，咱就这样的。不要，不要！你看见说什么？能拿几万块钱出来是吧？来，赶紧叫他打钱过来。打电过来你们就放了我。自己打电话？拿着。别走歪呀。打。打了。听啊。妈，你有没有钱呢？给我转。8万。对。我那个钱丢了，急用啊现在。我妈开饭店，她有钱的，你们放过我。你们小心，
放了我吧。把那个拿给营助理了，到站8000块。好，八人还有没有？没有，那个打电话继续叫人过来。难不能叫人过来？我不要叫，我死了我也不叫。不叫是吧？我吧。叫不叫？我不叫。再有两天，如果再搞不到，把他卖给那些老板了，我把他关起来。把他关起来，叫。放了我吧，他不是来了吗？打电话。再见。没人就来了。哪个号码？第三个。喂，大哥，我在这边遇到了一点事情，你可以转5万块钱给我吗？就我这个微信。行。放了我吧。放你？谁放了我啊？我过来下单给你的钱来了。不要钱，不要你说多点6万吗？放了吧。像这种把它榨干了，卖给那些老板，你要钱到手。什么时候问都死。放了我吧，我要回家。不可能啊！钱也给你们骗来了，人也给你们骗来了，你们就饶了我一命吧。你想安平平安安的回家，你就给我多找点人过来，多该要点钱。对。不给你要了吗？还不够。老实点啊！把他带去缝去。这个先不管了。先把那个刚刚那个眼睛逼供去，赶那个去，耍牌要打死你啊！你跑不了出去的，这个人居在这里好给我想想，能打电话给谁？能找谁要钱？能叫谁过来好给我？相信我，爸爸知道了。不然这个世界上又少一个人，你信不信？